没有停车位吗？来，我带你看看。来，这儿一个，对不对？那儿一个。师傅的开车习惯不是很好呀，那你当时是怎么想的？你给我谈一谈。我想到笔记分装，我就收了。笔记分装。麻烦，麻烦。啊，你看，这前面也有一个，你属于手，一共多少个？你觉得你以后会怎么做？以后来，家里有些违规，我就要提醒你。嗯。然后我们这儿也给你记录了，啊，下次。下次接定不会这样停。决定不会这样停。好，我相信你啊，人与人之间的信任，信任你一次。慢慢来，来，请下来，请下来啊，我不敢。请下来。哦，我知道你爱人是吧？来，我扶您先下来。 这山轮车啊，后面是不能坐人的，很危险。你这个车顶的话也是违法改装啊。对，你是我们自己搭的吧？这个。这一个车呢，只能乘坐一个人，就是司机自己。下次出行戴好安全头盔，好吧？好，也得谢谢。注意啊，注意，来，来，就我们负责吧，后悔去了。好，行行行，注意安全，你慢慢骑行啊。来，走吧，我们走。你下次也要注意啊，可不能这么做。